在春节假期，两岸文化交流在台中文化创意园区来举行。从陕西来皮高戏，拄着有60年赤手功夫的陆港老师傅，得非常趣味。这是陕西回锅店配合正喜气的唢呐演奏，非常过年的气氛。去民众注意，还佫有这个皮影戏，不论是轻轻的拍鼓啊，或者是搔首弄姿，皮影人哦，灵巧的程度，让人感觉真特殊。你一个手拿这个杆，两个手拿这个杆，这个。你的左手拿那两根，对，一起转。我觉得不好唱歌，因为你还不熟。陕西的布老虎赶快帮民众好奇，过年期间那是囡仔戴去头顶，那是真有喜气，还佫有祈求平安、保健康的意思。为中国来的陕西风味小吃，佮传统的台湾点心非常无同。两岸非物质文化交流，第二初七有请60年经验的鹿港刺绣大师柯丹春，帮民众来接金。绣好，比如讲平面的哦，画好绣好来讲哦。要合起来的时候吼，你若绣唔对，也无当加雕。啊，若因的雕刻，还是讲我弟弟咧做事的吼，伊个人咧有法当绣雕，还是布，我这全无法当布。来自两岸工艺民俗经典作品的联展，还佫有非常的特色演艺活动佮美食市集，趁着好天气，民众把过年长假的最后一天，刷着规家伙大细，到台中创意园区来一撮文化体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